赶紧打住吧，你看你脸上啊像个小花猫一样，那赶紧用这个擦一下吧。哎呀，这擦镯子的，我不要。哦，妈妈拿错了，那我们用这个吧，我们用这个布班迪的云感洁面棉柔巾来擦一下好不好？好。而且哦，它这个是干湿两用的哟，而且柔软亲肤，厚实强吸，而且它这个关键是无荧光剂哦，而且哦，它这个也不粘稠，我们用一片取一片也很方便哦。宝贝，你赶紧擦下脸吧。好的。哇，擦干净了，这个棉柔巾可以干湿两用，我们用过的我们可以擦其他的东西，可以还可以擦桌子哦。特别再买杂牌洗脸巾了，姐妹们，布班迪母婴大品牌的洗脸巾都卷到这个家，到手一大提了。那呀，这真的便宜到姥姥家了，还是母婴可用的，悬挂式抽取一周一用，方便卫生，还不含荧光剂，每一张都很厚实，还是 EF1 的，湿水后更柔软亲肤，像条小毛巾，给宝宝洗脸擦屁屁都很舒服，不掉毛不掉絮，妈妈还可以洗脸卸妆用，趁今天价格合适，直接囤两提。